等我一下，我把那个。天都亮了，一顿糟，家里没人打扫，多么痛，多么浓的伤感，那么浓能形容是望尘满，总是在纠正那些是非，搞得我们都很累。I know we wanna 去欣赏你的美，笑容我每天微微。Yeah, 不能控制的想 baby 你到底在哪里，我的生活已经太晚 cause it over 你，我知道我们之间出现了一点问题，但是爱情怎样经营本来就是秘密。 So I just need one more chance, my love for you has never changed, 努力让你看见，但愿下个世界的相恋，记得遇见你 is a rainy day, 别带羞涩 kissing your pretty face, 安静的停靠在我的怀中，我与暧昧的氛围让人醉，而现在一直被你 take away, 艰难的方式简短的干脆，Got my phone and take a deep breath, baby, 让我挽回。请问这是钱花完了回来的礼物吗？是的。欢迎青阳哥，好久不见。又大了点，嗯，我胖了，我胖了10斤呢。吃的太好了，胖了10斤。有没有人找你搭讪呀？真的很胖，我现在大腿粗了一半了。你肯定能懂我的意思，都会用我怎么说，想给你写100首情歌，每天换着给你播。对你比我任何一人都要爱得多，你就像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另外一个我。如果说没有你，胖了10斤了。我撑了一下，确实胖了很多。要求在一起能想到的地点和你不断交流，该怎么形容你在我眼中的地位，大概是我们都习惯。 Hello， 欢迎你们。就和你相处什么事都不用避讳，在第二天分割后身上都是你的气味。幸好有瘦脸，不然的话都看起来就很怪了。需要任何寒暄，也不用过海瞒天。不许整容，我是因为姨妈不能去整，不然的话我就去整了。来姨妈了，不能够动手术啊。你还没有说有没有帅哥搭讪你呢，这个有什么好说的啊？无非就是有些人无聊，就是老是喜欢觉得自己好像很厉害的样子，然后跑过来问你什么的。你相信宇宙里的星辰只有我能抓住，觉得自己很帅的样子。有想法。你了解我的性格，融化了我的冰河，分享了各种心得，所有喜悲都能迎合。你笑得如此清澈，时间在此刻定格，就这样把你定着，把你在我心里铭刻。嗯，那是昨天的事情，我的生气死了，昨天一晚上没睡着，我昨天晚上都没睡着呢。感觉就像是女孩子的错一样。好想谈恋爱啊。对，得有一个男人保护你，这样好一点。不然的话，女孩子一个人做什么都是有危险的。我现在发现了，你得身边有一个男人陪你，这样会好一点。以前没有，
以前没有这种想法，我以前觉得一个人是以前是从来没有这种想法，觉得一个人也挺好的。但是你突然发现，就是如果你一个人的话，你的危险是不可预测的。你身边有一个人的话，可能会好很多。这样的话，你做什么事情，或者是你遇到什么困难的话，就会有人帮你。要身体好的，我是现在想着我好好直播，对，没有其他想法。但是我今天就直播这一天啊，我要休息一下，我不要身材好的。欢迎吉米哥，身体不舒服，起码几块腹肌，我对这种不感兴趣。又休息了吗？没有休息够呢，我才休息了几天。这个月就不挣钱了吧，兄弟们，你们这个月的话，你们这个月能不能就是说，把钱留着，下个月给我刷好吗？你想想自己休息了多久，我又不是我想休息的，我很想播啊，那不让我播啊，那能怎么办？是吧？我很想播啊，包括我上个星期，包括我上个月，我还想这个月我一定要好好播呢，结果他把我封了，那怎么办？你现在几分啊？我现在才五分呢。我养分我就养了12天才回来，养了那么久我才回来。每个月月初我们都是要好好上班的。哦，好吧，整完好几个月都不能播。你播户外挺好的，是吗？我知道我播户外挺好的，但是很累。你举个手机，你就不能好好玩了。除非下次我带男朋友出去玩，我就给你们开直播吧。等我找到男朋友了，我就带他出去玩，然后给你们直播好吗？都不回我。可以吗？一个人太麻烦了，掉粉10万了。找到男朋友就不看你了。还没有男朋友呢，要是有男朋友就不会出现很多乱七八糟的事了。我从昨天晚上就开始想，如果我有男朋友该多好呀。对，然后一直在想。喜欢研究生吗？我对学历不要求，反正就是比我好一点就行了。确实是这样子，昨天晚上想了很久呢。如果有个人能保护我的话，我可能会不会这么，因为我昨天晚上有一点点睡不着，有一点失眠嘛。我多大了？我23岁，快24了，快老，已经很老了，23岁了。
我没有三十六啊。我胖了，我都胖了好多了。本来今天不想播，今天浑身都不舒服，昨天没睡好，今天浑身都不舒服。然后就，但是晚上有个活动，很多人说，哎，你不像啊，你不像。其实，可能看身材确实不像吧，身材看起来就是像那种，就是看着这个身材就感觉我要再瘦一点。我胖了很多了，对，等我瘦了你们觉得，哎，这个还是可以的。因为23岁女孩子胖起来就看起来年纪就不好，就看起来不好看了。我也有牌子，是的呀，凯哥啊，我怎么变胖子了？胖减肥很好减的，一个星期就减下去了。但是我很喜欢吃东西，我今天又吃了好多，今天吃了一个披萨，一个好大的披萨，然后吃了一碗饭，然后又吃了四个鸡翅。胖了好。一个星期怎么减？我不可能一下子就胖的，大部分都是水分，可能是水肿呢。一个星期大概可以减的差不多了，给我点信心好吗？但是我现在不能减肥，我现在姨妈期呢。姨妈期不能减肥，你就是抹鱼饭桶，你才是抹鱼饭桶呢。吃饱了要力气减肥，不要说这个，我知道的，我都懂，你们说的我都懂。减肥我肯定是会减的。你的身材减什么肥？我想瘦一点，可能我跟你们不一样嘛，你们可能觉得就是这种胸大屁股大的身材会好一点，但是我不喜欢。虽然说我每天都健身，但是我喜欢的是那种瘦瘦瘦瘦瘦瘦，就是骨感美的那种。我现在对我现在身材就是不是那么好，那么喜欢了。每个人都会改变的。特别是我之前穿那个衣服，对，而且不是快要来，就是来姨妈的时候胸都会胀嘛，胀起来就是看起来很大，就是很怪。对，看起来就是很怪。太大了，解不掉。还是得对你们负责一点，我觉得我既然做主播的话，我还是得对你们负责一点。又胖了，也胖了好多了。谢谢胡渣，感谢胡渣，谢胡渣13级牌子啊，是吧？感谢我们胡渣，谢谢。瘦一点吧，瘦一点好一点。谢谢胡渣啊，感谢胡渣，今天开了双倍哦，今天开了黄金双倍。
晚上还有活动，我都不想参加，我肚子好疼，我身体也好疼，身体一直都不舒服。谢谢荧光棒，感谢荧光棒。感觉用手机播好玩一点，用电脑播怪怪的。不舒服你要早点一下，今天晚上有活动，晚上有活动，早点一下，他也要那个点才能够结束。虽然说他那个活动十分钟，但是排得很靠后。开始谢荧光棒了，什么礼物都要谢呀？荧光棒就只有刷超火才谢嘛，是吧？对，你要赚钱，你要赚钱，穷哥们刷的礼物就不是礼物了。对不对？你穷哥们陪伴你，那不是给你刷荧光棒，那不是礼物了；给你刷鱼丸，那就不是礼物啦。只有超火飞机才算礼物啦，对吧？鱼丸谢吗？鱼丸肯定也要谢啊，这不得缺钱吗？谢谢傻傻，感谢傻傻的办卡，谢谢你的办卡，我什么都谢，但是你要给我多刷一点，我会感谢的更开心一点吧，可能。欢迎听歌的画家。多刷点，明天又可以去旅游了。不去了，我都累了。又得割啊？不会的，我会在家里面的。这两天都会待在家里，因为这两天。感谢，我会发光，我家会发光，这两天都会待在家里面。多刷点又养胖又得减，没关系呀。是的，我的微博不叫悠悠米啊，叫奶油米啊，那个是我的小号，我有两个号，我有个小号，我就是很喜欢，分享一些我自己想说的话，大号的话就是不太好。欢迎兔兔，小号的话我就会分享一些，大号的话因为看的人太多了，就是你说什么他们可能就会说你，因为我很喜欢晚上冲浪嘛，我很喜欢发表我自己的意见，我跟你们也是一样的，我很喜欢发表我自己的意见，所以有个时候我发表的意见可能跟你们不一样，然后就会产生分歧，就算了，我就一个人开个小号，我有什么我想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这样更好一点。直播间能否多一个男人的位置直播？我希望吧。我嘴巴不歪呀，哪只眼睛看我嘴巴是不歪的？
钱用完了吗？哦，欢迎见过海洋。但是来姨妈又不能跳舞，身体不太舒服。下黑了。 OK， 我坦白交代，你就像个妖怪，占领我每个白天。欢迎你念，估计是我要爱带你去游乐园坐飞碟。Today's a great day, day for you, baby. Hey, 摆了飞碟的鹦鹉，落璀璨的灯光，闪烁光芒的环绕我，快看着我。请你把皇冠交给我，把责任也交给我，什么都交给我，全依赖我。我得惯了。心都丢给你，我现在坦白，美丽花园我来给你灌溉，抱歉都看坏不了我的盾牌，猫看到的光都无法按耐，最浪漫的爱没有山寨，最纯的牛奶必须涵盖。 OK， 我坦白交代，你就像个妖怪，占领我每个白天。起来是乖小孩，估计是我要爱带你去游乐园坐飞碟，送你一堆想念的你不带别人入眠的话，偶你离不开。谢谢你们啊，就没有播，你们还能记得我。谢谢啊。
欢迎无忧。不好意思，今天身体不舒服。今天身体不太舒服。我好点了，我再给你们播，好好播吧。等我好点了，再给你们好好直播。特产了吗？没有啊，没有买什么，我是出去玩的，我又不是出去购物的。我是出去玩的，不是出去购物。怎么不报警那个偷拍的呀？我找了前台处理了，就不用报警了。而且他是属于侵犯，就是偷拍我，但是我穿的长衣长裤，他偷拍我，他在偷拍视频啊。我抓到他了，他还说他没拍，但是他拍的不是，我不是穿裙子哦。对，我不是穿的那种裙子，也不是穿那种比较露的东衣服，所以说就是叫那个前台跟他说，让他把那个照片删了，把那些照片和视频删了，没有说去抓着你的隐私去拍，反正他那样偷拍我是不开心而已，也没有说什么，对吧？就肯定是不开心，一开始肯定是不开心的呀。你在想，要是你出去被人偷拍了，你会开心吗？你也不开心啊，你也拍他，我肯定拍他。什么目的我还不知道啊，在你看了很久了，我都气死了，他一直盯着我看。什么目的还不知道吗？这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是坐那个地方的，他在坐在那个休息的，他是坐在那个休息区的，他就跑到那里盯了很久了。我一开始是不知道的，后面有个男孩子说有人一直盯着你，一直偷拍你，然后我才知道。那你听到这种事情你不生气吗？真的是没见过世面，没看过，就是没有看过这种，都生气的要死。我们每天也盯着你看啊，那是不一样，这是直播啊，你又没有现实生活中盯着我看，没有做什么呀。但
但是他拍我是很猥琐的拍我，你可以光明正大的拍，对吧？你就说啊，小姐姐你练得很好，因为有很多男生都过来说，我每次见着都很多男孩子就说哇，你练得挺好，就问我练了几年了，我说我一年都不到，或者是说就是说你身材很好，就看起来不像那种就是刚健身的人，对吧？你可以跟我说，你可以光明正大的拍，或者是你跟我说你这身材练得很好，我可以给你拍张照嘛，对不对？那你很猥琐的在偷拍，那是个人都不会觉得，是个人都会觉得很不好呀。我因为这件事情昨天生了一个晚上的气呢，好像就是我的错一样，一天到晚的，对吧？这好像都是我的错。都气死了，今天本来都没心情直播了。哦，我让他删了，我让他删了，谁说你了？我从来没有说，而且我是穿着长衣长袖，可能会有人说你穿的什么衣服啊，可能会有人说你是不是穿的太骚了啊。我穿长衣长袖40度，我还能怎样？40度呢，长沙40度，我去健身我都是穿着长衣长裤，那还能要我怎样？我裹个羽绒服去健身吗？我是有病啊。现在我没有说什么，我只是很反感别人偷偷的拍你，我没有说，对吧？我只是很反感你说，我从来就说没有说他，反正我是觉得他偷拍就是不好啊。还有人说哎呦，你自己肯定穿的骚里吧唧的，别人才会拍你啊，那我都穿长衣长裤我还能怎样？什么时候来个线下见面会？对呀，但是正常人还是很有很多的，正常人都会反感，男孩子都会反感，你知道吗？并不是说女的，男孩子都会反感。你要不你就光明正大的去，就是说拍照呀什么的，是很猥琐的偷拍，而且别人都发现了。别人发，男孩子发现了，是很猥琐的偷拍。男孩子，别的男孩子都发现了，那还能怎样？如果他是光明正大来拍，我肯定知道的，对吧？如果他是光明正大拍的话，我肯定知道啊。他那个时候是很猥琐的偷拍，是那种啊，那是个人都觉得不好呀，对不对？意思是直播间的人都不正常，我没有说直播间的人都不正常呀、啊，我都不想说了，都不想说了。昨天晚上都把我气死了，气得半死。我一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很生气，然后我就跟前台说了，让前台跟他说了，然后把照片跟视频删了。然后我发现他手机里面都是那种泳照，都是那种泳照，就是那种穿着内衣内裤的那种。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还不给我看呢，我说你可以不用给我看，你把那个删了。他说我没拍，我说那你给我看啊，你一开始说你拍了你给我看就好。他说他没拍，我说你没拍的话你给我看啊。他说那我为什么给你看？然后后面才发现他确实是偷拍了，他是偷拍了。我跟前台说了，前台跟大家说对吧，把删了，因为他以后不要那个，好像就是我的错一样，就是
就他们发言的就是说啊，你穿什么样的衣服啦，或者是说啊，你怎么的。拍就是健身啊，所以说我就是健身啊，所以说我就很，对啊，做什么事都是女孩子的错。我从来不会理那些喷子，但是他们在我评论底下说让我很生气。还有人很搞笑，他说啊，他偷拍你，你就是说人家偷拍，那你也偷拍他呢，你还把他发到网上来了，你还曝光他。我说为什么不能曝光他，他既然都做出这种事情了，为什么不能曝光他。是的呀，做什么都是我的错。我现在都把我微博的那些露大腿的图我都删掉了。你升级了吗？感觉不太一样了。我还没去升级呢。我都还没有去升级呢。我想着挣点钱再去升级，因为最近胖了，我想再瘦一点再去。我都把我的微博上好多图片我都删掉了，我以后再也不发了，不管什么理由。是的，因为你走的就是那种性感路线，蛮走的就是让人家擦边的路线，人家不会去觉得你做的好还是不好，反正就是你的错，你勾引了他，对吧？人都是这样子的，特别是男的就会觉得你是勾引了他呀，你不穿成这个样子别人怎么会拍你啊。我要说一点，我删了以后都不想发了，或者是我心情好的时候。算了不说了，生气的要死了。一定要看吗？有这么好看吗？我都看腻了，那几张照片都看来看去都腻了。是的呀，欢迎我们爹哥发新的，真的腻了。微博可以引流，不想引流。我是真的拍腻了，就是拍来拍去的，我就是秀这个就是秀那个，拍来拍去的，只会让我的名声更加不好。真的是，我在朋友圈很少发，也不是说不发，就是很少发，发的很少。我发的时候我都要先想一下，我开播提醒是没有搞好呀，我没弄开播提醒。你平时拍的发鱼吧，我不想发鱼吧，发鱼吧更会人说你啊，我都把鱼吧那些都删掉了。其实发现微博上面有人说都不会那么，就是说的那么夸张，但是鱼吧的话就很多人都会说，哇简直就是个骚杯，穿了这么多你勾引谁呢，对吧？你敢穿这么多你勾引谁呢，你又去陪大哥了吧，你怎么还不回来直播啊。反正我评论底下都是这样子，我都所以说我干脆就不发了。老是说不到你的开播提醒，没关系，我都会，我播的话会告诉你的。
你管他说什么，嗯，所以说我就不发呀，我发微博就好了，微博上人还是挺好的。这样说是因为大家想让你回来直播，我又不是说我不播了，对吧？我又不是说不播。其实后面想想，嗯，也正确，毕竟我吃这口饭，嗯，说说就说说了。但是有些人说太夸张了，对吧？哪个女主播不被骂呀？我知道，我知道。后面我想到，本来就是吃这口饭的，对吧？你既然吃这口饭的话，你被人家说那很正常。除非你不做主播，除非你就是不做主播了，想开点就好了。我想得很开了。以前的话，看到有人骂我，我还会生气呢。那现在，嗯，随便你骂吧，你刷脸给我刷脸就行了，对吧？送礼物，让我圈点钱就好了，没有其他的。能有多开呀？现在想开了，没有以前那种一个脑子。以前就是想不开，就是每天晚上我都睡不着，每天晚上我都会睡不着。那会儿就是很多人会说你，我就睡不着。现在那无所谓了，对吧？你要说我的话，但是哦，有些人说你，他这个是不会给你刷的。我现在发现了，他既然都喷你了，他既然是个喷子了，他会给你刷钱，他还会给你刷钱，怎么可能啊？那肯定是成长的呀。而且我现在发现，在斗鱼走流量是不通的。我现在发现了，从此以后的话，我就走爱情路线了。我跟大哥谈恋爱，钻石星的前身就是玻璃星。就算不直播，穿性感一点，也会被人指指点点的。无所谓了，我出门也不会穿的很性感，我出门一般都是穿的一般都是比较多的。以后走爱情路线，不走这种流量路线了。在斗鱼的话，走流量路线走不通。跟我十七大哥吗？十七太小了，十七才十七岁呢。我喜欢找年纪比我大的。走爱情路线啊，走感情路线挺好的，因为斗鱼它只适合走感情路线。喜欢老头是吧？不喜欢老头。我是说年纪比我大的，年纪比我大24岁就比我大了，25岁、26、27、28、29、30、31、32、33、34、35都比我大，但是也不是老头啊，对吧？那也不是老头啊。想跟大哥谈恋爱，但是我找不到。但是你知道吗？就是熟了之后，我又不好意思下手了。就是说，很熟了之后，我又不好意思下手了。如果不熟的话，我又觉得他老是在套路我。熟了之后，我觉得，哎呀，好像有点不太好。如果不熟的话，刚认识没多久的话，我也感觉到也不太好。因为不认识，然后认识之后又会觉得，认识之后久了之后你会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好，所以说是吧，你们都是这种想法吧。我觉得很多人都是这种想法，因为熟就是很熟很熟了，就是双方都很了解的很透彻了，你就会觉得很
不是很好了，下不去那个嘴了。然后跟他不熟的话，你也会下不去那个嘴，你觉得怪怪的。所以说感情这种东西，感情这种东西就是很复杂的。今天就聊聊天呗，我不跳舞，我今天精神也不太好，我今天脑子里面一片空白，我今天脑子里面都是一片空白了，不想跳舞。我开播之前，我已经很久就开播了，我已经很久就是已经弄好了，然后我在直播间就是坐了很久，直播间抽签吧。我那个活动是11:30，西施丽也不跳吗？有你份啊，西施丽跳。你看舞蹈区还有几个跳舞的。彼此了解就没有障碍。一个跳舞活动，但是我身体好不舒服。今天身体太不舒服了，我都没有力气跟你们互动，就是说没有力气去，唉，懂我意思吧？没有力气了，太累了。你还在玩指导后面？嗯，对。都没有力气了，欢迎就不说话。给个安慰呀，没关系。谢谢傻傻，感谢傻傻又一张班卡，你可对我真好。你是我回来收到的第二张班卡了，你可真好。如果你有时间来长沙玩的话，你可以，我可以请你吃饭。对，如果你要来长沙玩的话，你跟我说，请你吃饭。我发现我好大方啊！你们要是有谁能来长沙的话，我请你们吃饭，这么好？嗯，那肯定啊。我就在长沙，这长沙我肯定不请你了呀，这长沙我还请你啊。长沙人好客，好客是什么？是接待外面来的人。你在长沙我还请你啊。谢谢菜腿大爷，感谢菜腿大爷的办卡。菜菜大爷，你要是来长沙玩的话，你也可以，我也可以请你吃饭。欢迎米哥，我也可以请你吃饭。我去外地待一个月。谢谢生牌子。牙没了，不吃了。好吧。要不我可以请你干什么呢？长沙也没有什么好玩的，长沙除了吃喝玩乐，吃喝惯都没有什么。我减肥也不吃了。长沙没有什么好玩的。MMC 是什么？什么叫 MMC？ 这么漂亮主播没有男朋友可惜了。我不想让任何男孩子，不想让任何便宜了任何臭男人。
对，我不想便宜了任何一个人。我对自己要求很高，我对别人的要求也会很高。长沙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谢谢紫气仙人的办卡，感谢紫气仙人，谢谢你的两张办卡，谢谢。长沙是网红城市，但是它对于我来说的话，它除了解放西好玩一点，其他地方都不好玩啊，是吧？它除了解放西好玩一点，其他地方都不好玩。而且你知道我这次去西双版纳特别好玩，所以说我推荐你们去出去，女孩子出去玩的话一定要去西双版纳。对，男生的话去玩的话就算了吧，因为我那边都差不多是女儿国了，西双版纳全是女的，你一眼望去都是美女，很少看到有男，就是说长得帅的男士。长沙有我，很少很少，就是长得帅的，真的真的，女孩子特别多，女孩子超多超多的，又长得好看，身材又好的，土生土长的像长沙，几个区解放区什么意思？长沙确实就只有解放西好玩一点，其他地方好玩，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不太喜欢去玩。对，有什么好玩的？就是解放西的话，它有很多密室逃脱嘛，就是有很多很多年轻人喜欢玩的剧本杀、密室逃脱啊，还有很多吃的呀，还有喝酒的地方、蹦迪的地方。嗯，很多很多。超多的，云南的话风景很好。你们要去的话我推荐你们，但是我没有去过大理、西双版纳。哦，没有，我没有去过大理和香格里拉。我只去过西双版纳。但是你们要是去的话，我还是比较推荐你们去看一下。挺好玩的。带上你们的女朋友，带上你们的女朋友去玩，可以邀请我去吗？长沙谁有饭吃吗？你要来长沙找我玩？我都说了长沙没什么好玩的，而且热又热死了。腾冲我没去过，而且长沙很热，三四十度的高温天气，超热，三四十度的高温天气。嗯，你应该去这个户姑，那个字怎么读啊？户姑，我没有去过，没有加我。太热了，我就去了西双版纳，但是西双版纳特别好玩，特别特别好玩，这一次去我都没有踩雷。这一次去我都没有踩雷哦，除了化个妆化了我死。除了化妆花了我400块钱，我不开心，其他都挺好的。
其他的都觉得还挺好的。花了多少钱？几千块吧，几千块，我玩了六天，几千块，挺好的吧。长沙的美食超多，长沙我觉得你们没有来过的话可以来玩，你们要是来过的话就别来了，来过的话其实也玩的话一般。我编了个辫子花了500血亏了，肉疼，编个辫子。你是在哪里弄的？你是在云南吗？那就是被坑了，我化个妆，化个妆都感觉我被坑了。欢迎我山哥，欢迎十七。哦，一个星期我才花了几千块啊。对，而且大部分都是，我的那个酒店钱，因为我酒店住的比较好嘛，酒店的钱，还有就是飞机票的钱，几千块钱，很划得来了。就是说，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的话，确实是很划得来了，很划算了。欢迎拜仁慕尼黑。不敢坐飞机，那你就坐高铁去啊。哎呀，太黑了，比山西美都黑。哎，我昨天洗的头发，今天怎么就看着？我住的是酒店，那酒店比较好。是的，是的，但是我会想一下，我会算一下我花了多少钱。我知道旅游就是为了开心嘛，就出去散心，所以说我就会想一下我大概花了多少钱。带泳池吗？带泳池，但是我没有去，我一个人，我不敢去。酒店就得四五千，对啊，酒店四五千，然后飞机票两千多，飞机票两千多，就六千了，然后再花个几千块钱玩呀，其实玩花不了多少钱。玩的挺开心的，玩的挺开心，可开心了。我发朋友圈都发了好多，我发微博都发了好多图，你们没有看到吗？但是我都删了一点了，之前发了微博发好多图，谢谢我崔哥。在景洪吗？对啊，在就在景洪，高庄西双景。谢谢拜仁慕尼黑，感谢拜仁慕尼黑，谢谢。哇，谢谢我崔哥的平南线，哇，太欧了。泳池一般没人去，但是我去了就全是人，我不敢去。对，崔哥太欧了。哎，你倒是玩的开心了，我之前都没有见到你。哎呀，总是会见到的，我这人都吃胖了，总是会见到的。兄弟们，只要活动在网络上， 你永远都会见到我的，除非我不玩了，除非我谈恋爱结婚去了，我找个男人谈恋爱结婚了，你们就看不到我了。
放点好，怕点不好呢。旅游去没有发？我发了呀。我就是去玩的，我没有去工作，我偶尔去，我偶尔就是去跟你们分享一下那边的，跟你们分享一下那边什么好玩的，然后跟你们说一下，其实挺好玩的。哎，玩，我跟你说啊，那边玩的话确实挺好玩的，属于我的微博，我都一天发三条，一天发四条。全是九宫图，我一天发好多。我去那边我拍好多照片，我手机都内存估计拍了快有1000张照片了，好吃的多，快有1000张照片了。大号小号加起来1天8条，哦，可不吗？占了我朋友圈一半的版图。本来我是想把你们都屏蔽了我发的，但是又觉得，不好意思。本来我是想在朋友圈，我是把你们全都屏蔽了，因为我不想就是。就不想去出去玩，我发朋友圈，然后被你们嫌弃呢。我其实是想屏蔽你们的，我想留着自己当纪念的，只是想自己留着当纪念，然后把你们都屏蔽了。羡慕，但是有些人他确实是这样子，就觉得网友你玩得这么开心。这是贵妃，你有见过嬷嬷这么好看的发髻吗？我买的是贵妃哦，他那个有贵人太丑了，买的是贵妃啊。这个是贵妃，那是我胖了，等我瘦下穿，我瘦了之后就好了。这是贵妃，贵妃的妆，贵妃的发髻，你们不懂，你可能被骗了，真的，贵妃的发髻，你们不懂，贵妃就是这个样子的。贵妃她就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看。是贵妃呢，我买的是贵妃的。等我一下啊，怎么是贵人呀，我看错了，怎么是贵人呀，我应该买贵妃的，买错了，我买成了贵人了，难怪怎么这么贵。你看贵妃就好看很多，你看贵妃就好看很多，怎么是个贵人，丑死了，真的是很，我真的是会谢，真的是会写，服了，我买错了，我买错了，买错了，算了算了，无所谓，还有常在呢，还
还有常在呢，还有那个，还有格格都没有这个好看。问题来了，皇帝是谁？答应的，这不是答应的。没有皇帝，拜托，我一个人。我现在是买个武则天的。我就戴这个，我就戴这个，我不配衣服，就戴这个，我就戴这个。怎么可能是宫女的头饰啊？下次买一个武则天的，好看，好看。不说了，我已经说过了，我不说了。子期你好厉害哦，你这个都知道，你是金环传甄嬛传没少看吧，这个你都知道，甄嬛传没少看吧。所以我们赞助，挺好看的呀，为什么会觉得不好看？我是觉得挺好看的，很美的。这么看贵人的级别有点低哦。那你们看《金枝欲孽》，欢迎梦醒，《金枝欲孽》里面的贵人，欢迎妖虐。贵人都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妃子。好，明天买个贵妃的，那明天就买个贵妃的吧，别买贵人，贵人不好看。谢谢荧光棒，感谢荧光棒。都说不好看啦。谢谢妖虐，感谢妖虐。感谢妖虐，谢谢妖虐，谢谢。恭喜你升到我的周榜第二名，谢谢。谢谢。贵人连偏殿都住不上，那就不做贵人了。明天开始买一个贵妃的。我胖了好多了，属你们，我都不敢站起来了，我的腿好粗，我的屁股好大了，我的腿又这么粗。我的屁股已经变成了一个，真的变成了一个葫芦了，就是一个大葫芦了，很胖很胖了。哪里胖了？我的腿胖了。不给你们看，不给你们看。而且我身上全身都胖了。我没有在夸我自己，是真的。我说了我不给你们看，就是说，我说了我不给你们看，就是这样，没有在夸我自己。但也有可能就是我来姨妈，身体水肿了，容易胖，就是腰和手臂都胖了。但是我觉得我最容易胖，你知道，梨形身材最容易胖的就是腿跟屁股了，一长肉全长这上面了，所以说腿看起来就特别胖，特别是大腿，大腿看起来就，大腿看起来和我的屁股看起来就不夸张，肚子也大了。肚子也大了，就是说全身都胖了。
我要减肥啦，那不是更性感啦？不是性感啦，是肉嘟嘟了已经。哎呀，可别说了，肉嘟嘟了，太矮了，一胖就巨显大。胖呢？对啊。那没有办法，只能瘦呀，没有办法，只能瘦。而且我还能姨妈了，都喝开水啊，我都没有喝，哎，没有喝开水，大热天的喝什么开水。哎呀，我想跟超婉说我不参加那个活动了，我今天身体特别不舒服，我今天身体特别不舒服。多人吗？我不玩多人。等一下我要喝那个什么一抹茶。上小区，我们小区没有石墩墩。啊，我都说了，但是超婉喊了我都很多次了。五分呢、啊、而且是五分。你前几天播了户外不缴分吗？你忘记了？我户外的时候被提醒过，他不给我扎。嗯，跟他说吧，因为我拒绝了很多次了，我说了我不参加，我拒绝了很多次，但是可能最近缺人吧。最近缺人，有好多主播又不愿意参加，但是我来姨妈我真的是不想动，五分太危险了。对啊，真的不想动。你就随便跳一下吧，无所谓了，就参加个节目随便跳一下就好了。好的，你去睡吧，看起来有点憔悴哦，没睡好。没怎么睡好。几点的活动？11点多的活动，11点半。11点半的活动。对呀，这是什么天气预报啊？小心，台风就要来喽，你可不能到外头玩哦。外头
到哪里去了？小心！我买了那个什么硬盘。头发晒黑了，我不仅头发晒黑了，我全身都被晒黑了。妈妈，炸鸡吃小鸡。不行，我们要赶快回家煮饭了。大家都那么小气，真是的。嗯，哎，欢迎光临。我身体好不舒服。欢迎冰冰啊！欢迎陪晚听歌的花花。不是说陪柚子姐去玩几天吗？没有，不跟他去玩。我要挣钱，没有钱了。我真的胖了。胖了好多，我的手都抓不到了。我之前手一只手还能够抓到，我现在一只手都抓不到了。我的肚子也大了，我的屁股更大了，看起来屁股超大了，我都不敢站起来给你们看了。我跟超管说，我不参加那个活动了，让他找别人吧。云南的吃的太多了，简直就是真的胖了，天天吃，我白天吃完晚上还在吃烧烤，吃了4天的�烧烤，白天吃了3杯奶茶呢，还吃了3杯奶茶。我每天喝3杯奶茶根本就忍不住，里面东西太好吃了。你扣分他们也不会照顾你。没有，主要是5分，如果能6分的话就参加了，5分我都不敢参加，等一下回来又供应了。
那还不够锤子啊，老子直接退网了，我找人谈恋爱去了。奶茶有啥好喝的呀？他那边的奶茶可好喝了，跟这边是不一样的。对，他们那边的话是就是那种奶茶和这边是不太一样。我这次回来我都不太想播的，不是很想播了。爹哥睡觉去了。我要上房款需要刷什么火箭啊、哦、没有被拐跑，刷火箭上房款，我们刷火箭。我这么大一个人怎么可能会被拐跑啊，我这么大一个人啊。但是那边确实很好玩，那边好玩的特别多。没有，哪有你们想的呢，主动想去见云南的大哥，结果大哥连夜跑路了。没有，大哥昆明人，我没有去昆明、啊、不到百级大主播不退鱼。结婚的话是不是一定要找有钱人啊？不是，对，我从来没有说这结婚要找一个有钱人，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也没有说过一定要找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对，从来没有说过。只要能够对我，就是也不能说什么对我好吧，这种东西不能信。对你好的话，可能谈恋爱的时候对你好，结婚就不一定了。反正两个人一定要。三观要一致，然后性格合得来，三观一致性格合得来，然后就可以了。长得不能太磕碜了，长得磕碜也不行。单靠我一个人的颜值可能对我的后代也完成不了，不能长得太磕碜了，你起码得长得标致一点，不能说有多帅吧，就是说长得标致一点。但就是吴彦祖那一种的话，我觉得我应该要是能长成吴彦祖胡歌那个样子的话，我不要彩礼，我直接跟他走了，我都不播了。还要1000多万礼物满级，你想的有点多啊，就是想的多啊，怎么了，不行啊。广东吴彦祖在这里。胡歌不是说也要那个长成黄渤这样的啊？那也太夸张了吧！除非真的对我特别好，还得真的就是说有钱的人啊，你不能老是去想有钱的人。你一天到晚老是去想啊，我以后一定要嫁个有钱人，我一定要去在直播间找一个有钱人。你要想一下，有钱人会看得上你吗？就算你身材再好，就算你长得再漂亮，人家也只是想玩一下，想睡一下你而已，对不对？你要真正的很想跟别人谈恋爱的话，首先就是一点，你不能够穿着打扮的太性感了，你穿着打扮性感的话，吸引来的绝对不会是真正想跟你过日子的，你知道吗？你懂我意思吧？所以说为什么这么多主播
怎么做主播找不到对象，就是这一点啊。因为大部分的人给你刷礼物还是就是想睡你。能够相信的只有自己了。嗯，吴彦祖还是很帅的好吧，就算他老了，但是还是挺帅的。对，什么时候想谈恋爱，就是我等我把衣服穿的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可能就是想谈恋爱，想找男朋友了。等我就是说把我的衣服穿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就是不会走那种就是跳舞的时候不会这个样子的时候，可能就想谈恋爱了，找个男朋友。现在不会啊，现在其实你说我不知道吗，我肯定我懂得比你们多多，我觉得我懂得比你们多多了。因为我接触的人也会比你们多一点，就是各个就是说不一样的男孩子都有接触过。对，不一样男孩子我都有接触过。你不能老是说哦，我不刷礼物主播会能跟我有机会吗？就是说你不刷礼物我连认都不认识你，对不对？咱们首先得要有一个认识的机会啊，然后再是一个追求的机会啊，对不对？然后再是一个见面的机会啊，这不是很正常吗？你说你就在直播间跟我说话，其实我是不认识，或者是你给我扣弹幕，或者是我怎么怎么那样的，其实我是对你处于一个非常不熟的很不熟的一个状态，对不对？谈了不少吧，我的感情经验就是很少很少的。对，刷了不一定有机会，不刷一定没机会。哎，反正直播这种东西就是很现实的，在斗鱼的话就是这样子。不要把那个好像去掉，就是胖了很多，我胖了十斤了，胖十斤，全长身上了。但是我感觉我在直播间找男朋友是不太可能的。长胖三天，减肥三年，你说的没有错，你可会说了。没有什么故事讲呀，没有什么故事讲，我说的都是，就是说的确实是事实。找身边的比较多，对，找身边的比较多，因为身边的人认识嘛，熟一点。网络上的人，你再怎么说都是在网络上的，可能他跟你聊天啊，旁边搂了一个了，你还不知道呢，对不对？所以说我之前我发朋友圈的时候，我发朋友圈啊，还是有很多我以前的同事给我点赞，我以前的朋友以前的同学都会问我，就是谈男朋友没有，就是然后还会问就是现在过得怎么样啊，有没有过得，就是说看你出去玩的挺开心的，对，他们都会问，就是说你最近有没有，最近过得怎么样啊，就是在长沙有没有什么熟悉的人跟你一起玩什么的。你毕业多久了？毕业两年吧，一年两年。
看你发财了就有恋情，没有。我现实生活中朋友都没有找我借过钱，从来都没有过，没有找我借过钱。近水楼台先得，是这个地，是这个道理吧？但是还是得三观吧，三观要符合。我的话，我觉得三观一定要正。对，然后其他的都好说，反正就是一点，就是两个人的三观一定要合得来。欢迎杨家小谢谢。今天怎么这么伤感啊？三观是哪三观啊？你去百度吧。就周周对你最好，感情都是相互的，你知道吗？感情都是相互的，感情这个东西都是相互的。你对我好，我对你好啊；他对我好，我对他好，是吧？谢谢荧光棒，感谢荧光棒。不一定，所以说看人很重要呀。周周他这个人，就是说心眼没有什么心眼，很容易被人骗。女孩子很容易被人骗的，所以说一定要擦亮自己的双眼，双眼。包括你去什么地方，去什么地方都好，一定要去，一定要多了解一下，不然被骗了你还给别人数钱呢。最好的人替你最疼，哎。你要怎么看呀？你最什么叫最好的人替你最疼？你，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除了你的父母对你，就是说对你就是好一点，其他人你并不一定要全身的，就是全部投入给他。就男朋友也是一样的，老公也是一样的。这个世界只有父母才会对你无微不至的照顾。他直播间好看，我之前被骗，对方头像都是女孩子，那还找什么老公啊？只能相信自己了。你看，因为我在那个短视频上经常有看到，就是说
是说双方关系怎么怎么样的，所以说我现在不想，我不敢谈男朋友，不敢谈男朋友，也不敢去跟别人交心，我只能一个人自己说话。对，就是不敢跟别人说什么，也不敢去交心，更别说谈恋爱了。我当人家是最好的朋友，人家把你当冤种。网上认识的人都不要太容易相信，网上认识所有人都不要太相信了。嗯。乔宇，你觉得我能换烟？乔宇能换一个，什么意思呀？没有委屈啊，只不过不知道说什么，感觉一个人待久了，一个人待久了都不知道说什么了。 Alhamdulillah, checking with me and do your job. Erg is the name, Bimbola did the chain, torn off for the watch.Prezi plain Jane, Yamagini chain, rest in peace to my superior. Hermes link a feeder village in Liberia. TMZ taking pictures causing my hysteria. I'll just get the fat off. These days I'm getting my grandma sick, I can't lose weight.轻而易。
浑身都疼，我站起来我的屁股好疼。咬啊！我感觉我出门都没有被蚊子咬。你认识猫猫？为什么不认识？22是吗？一发超我可以得到你吗？你要得到我什么啊？有多么痛，是我没勇气敢问你的。多么怕你放开的太过容易了。多可笑，这生活忘不掉你。可笑的是我没法想你而随着。我像是疯了，但你从来不在。两人的对话声，我依然独白。什么时候直播做饭啊？被冰冷覆盖，你让我像是一个无赖。想看我做饭啊？等我瘦一点吧。还能做到微笑。得到我的全部。不过你可以先加我联系方式。
交织的火花，还是会想你，还是会怪你，为你轻而易举潇洒处理，还是爱着你，想走进你心里，不会迷路抓住你的心。挺好玩的，挺好玩的。傻傻的分不清楚，傻傻搞不清楚办卡，你是傻傻的办卡，谢谢啊。感谢谢谢荧光棒，谢谢谢谢傻傻的办卡。欢迎我们老司机呀、啊！哦，我回来了。我发现我胖了一点之后，我的脸就是圆了，没有之前那么凹了。对，我感觉到了，我还想去打玻尿酸呢，但是来姨妈不允许打，不让去打玻尿酸去了。哎呦，啥时候胖的？我出去玩的时候吃胖了，出去玩的时候，对，想去打点玻尿酸，因为脸上瘦了之后，它就凹，就是有点凹陷。欢迎九月，欢迎子气。吃胖了，又不想动，就是这边胖了。咋感觉旅游回来这么累啊？不是旅游回来，是来姨妈。昨天没睡好，旅游后遗症，哎，有一点啊、哦，可能吧。不是很想。我要去学跳舞了，兄弟们。谢谢谢谢建豪，想去做一个升级，你们不会说我吧？想去做一个升级，今天晚上有活动，我不想参加这个活动。我要去学跳舞，我先去做个升级，然后我再去学跳舞，这样回来又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奶油米了。谢谢后生是，是吧？我要去学古典舞，我直播间要换了，从以后就是，跳古典舞了，脱胎换骨倒不至于。我想去吸脂，就是说把身上的肥肉都吸到胸上。想去做一个吸脂。五点五能收到礼物吗？会，到时候会风格肯定会改变的。收不到礼物也要换啊。我都要去学了，我都要去学，开始学去了。不健身了吗？健身，但是可能会健身吧。
大哥还是喜欢好看的，所以说我要去西纸，我要去打个玻尿酸，然后再瘦一点。对，我要换。谢谢荧光棒。锡纸的恢复期最起码一个星期吧，应该是吧。但是我还想做其他的项目啊。我想，我的肉太多了，我想把这个肉全都给去掉。都太多了，还想再去割个双眼皮吧，就是说去开个眼角。我的眼睛不太好看，就是说眼睛眼距不是很好看。然后再去做个嘴巴。欢迎浅浅，浅浅你怎么在我直播间啊？你什么时候去？你告诉我一下，怎么了？我现在不能去，我来姨妈。整形医院靠谱吗？我删牌子。兄弟们喜欢自然，他喜欢好看的，但是我又不好看啊！我整好看了，那不大家都好看？整好看了，那不就是已经赏心悦目了吗？有整容失败的。但是我想去封个唇，就是那个嘴巴就很性感。我看到好多主播封唇都特别性感。有点焦虑，有点容貌焦虑。再抽四根肋骨做个蛇腰。我现在就去找超管生牌子啊。欢迎小悠悠。割双眼皮小事情啊，割个双眼皮这不是小事吗？开个眼角都没有动刀子呢，都没有动刀子呢。对，没有动骨头，就是想去把双眼皮弄大一点，弄成那种上镜的双眼皮。你到时候就会变成歪嘴了，眼睛就会变成外星人。那就不弄嘴巴了，连嘴巴。除了眼睛别的你动啥，我都生孩子。
好吧。Simon Dominic, Simon D-O-M-I-N-I-C-O-O。Simon, Simon, Simon Dominic, Simon D-O-M-I-N-I-C-O-O。到时候别人碰一下你的嘴巴，你的嘴巴就掉下来了。有这么夸张吗？你碰一下我的嘴巴，我的嘴巴就掉下来了。还能过安检吗？不知道，到时候不会出去玩都不行的吧？到时候不会出去玩都不行。刚刚笑了悠悠，悠悠在播吗？看一下，他没有在播啊。啊！I could give a thousand reasons why, and I know you, and you've got to make it on your own. But we don't have to grow up; we can stay forever young. Living on my sofa, drinking rum and cola underneath the rising sun. I could give a thousand reasons why, but you're going, and you know that all you have to do is stay.Just take your time. The clock is ticking, so stay. All you have to do is wait. 哟，失踪人口回归了呀！干什么呀？过来打你！我今天身体不舒服。那我走。你来打我？你是趁我趁人之危吗？你不这是趁你病要你命？你不趁人之危吗？你这人坏的坏的很啊！你个坏女人。我们家没条件。我们家能不能上一点？我们传个脸吧，有没有哥哥愿意砸一砸小画家的？谢谢，感谢我们傻傻，谢谢我们傻傻，谢谢我们老司机。不会吧，我说我们家没人我就客气一下，不会你以为我们家真的没人吧？欢迎玩什么你说。谢谢浅浅，感谢我们浅浅的花束。玩什么啊？玩你说吧，我不站起来。你不站起来那我也不用站起来了，我身体不舒服。谢谢浅浅，感谢浅浅。那我们就钻个水管吧。可以。他要十二点之后补啊，那他不就进不了前四了吗？谢谢我们老司机的克拉支持，你俩聊聊天得了。可以啊。他可不是来找我聊天的。他们家马卡巴卡是来找打我的，我是来传惩罚的。他把他的脸上那个猫传给我，那画。谢谢老师借波波奶茶。哦，你是说他那个榜是十二点凌晨后播的是吗？懂了。谢谢我们老司机续费钻粉一个月，感谢我们老司机续费钻粉一个月，谢谢。等我看吧。你几分啊？五分。你怎么老是五分啊？什么情况啊？我上次还公益了，我上次三分。怎么回事啊？牛不牛逼吧？
你自己几分啊？我五分啊。他自己五分，他还说我。五分，五分。欢迎楚雄哥。欢迎嘉宾哥，好久不见了啊，真的好久不见。你现在还在玩斗鱼吗？我的脸都变成这样了，你还说我好看？玩的少了，今天我们打工会战，流水战。要不要支持一年年？主要是，那算了吧，那算了吧，那就不让你支持了。没事没事。那你岂不是休？那你岂不是休息了很多天？我用小号播了几天，休了一天。感觉你应该去睡。我不是困啊，开心哥，我不是困，我是不舒服。那你不看直播，你都在干嘛，江明哥？有看别的平台吗？谢谢葫芦哥的荧光棒。深夜不是。谢谢浅浅老伙计，感谢我们浅浅。钱哥还是那么的有钱。欢迎龙叔，谢谢我浅浅上升到周榜第二名，感谢我们。可能是因为我今天热度比较高，比较靠前吧。我钱还是我钱。休息吧，休息吧。我手心都冒汗了，哎呦！看样子你是传不给我了。拿来做菜好像也不好的感觉。他今天钱圈够了，肯定有，我去看一下，钱是不是圈内了？哇，这不肯定钱圈内了，这个榜肯定有五万吧？打工会战，我本来是第一名，现在他妈的第三了，前四才能晋级。还有两个主播还没上，上了估计也得上。我去啊，这今天缺了这么多，你跟我那简直就是天差之别。跟你，你不是跟我，我跟你简直就是天差之别。哎，什么时候我们工会要是也有个工会战就好了。一个星期搞两次，一个月搞两次，每个月搞两次，哎，那不吃都吃麻了。想到挺美的。那可不，工会赛，工会赛不是搞黄色，想什么呢？我看你们家没人，我想着我能拿捏一下吧，结果哎，
结果钱哥在。你想屁吃呢，我们家没人。我看你在这坐着，我看你在这坐着也不说话，你不会真以为我们家没人吧？你不会真以为我们家没人吧？打你还是可以的，拿捏你，就算你今天圈那么多，但是还是可以拿捏你。对啊，公会赛。我们家有人救救吗？有没有人救救我？砸几发小画家吧，看能不能出一个，看能不能出个平台。找来半个小时，真的没有人。公会赛啊！咱家有人扣一，我不去，我不去。公会赛啊！累死。我们什么惩罚呀、啊？妈呀，麻了呀！什么惩罚、啊？心好累啊！再换两条胡子吧。行。你们家不会偷塔吧？我也想我们家能偷他，我们家有人帮我偷一下吗？别到最后，小丑竟然是我自己。然后最后小丑竟然是我自己。哇！谢谢琪琪两个火箭。恭喜我钱钱周榜上升到第一名，真有钱啊！钱总打我还是那么的狠，那可不，打我永远那么的狠。谢谢钱总，要不要来打个卡？给我钱总跳个舞，我钱总就给你。今天公会赛能不能来？顺便给个耀耀打个卡，然后顺便为我的公会赛。帮一些些忙，你给我钱总跳个性感 sexy 的舞蹈。我跳不了，我公益了，我明天怎么打比赛啊？啊，也对，对吧？我还有三天。谢谢钱总的火箭子，谢谢钱总。等有分了，一定要给我钱总跳个性感的舞蹈。I promise。好，保证啊，拜拜。有了，拜拜。谢谢展峰，感谢展峰的打气，谢谢展峰。Your hands on mine, the clock is ticking, so steady.我来，我姨妈来，我身上不舒服。哎呀，我不想参加那个活动了，真的是，我全身都不舒服，硬是要我参加这种活动，我浑身都不舒服。谢谢用户的办卡，感谢用户。请你去 sorry， 你留下的亏欠在梦里，泪水落在你的脸上，让我的肺变得透明。你用眼神啊，我跟他说了，被他监视的侧脸，逐渐占领我的思绪，慢慢分裂破碎在每个角落，对自己说就算了，要死掉了。我那些我曾对你承诺的所有，也藏在黑暗中。浑身都不舒服。
有回我，我跟他说他没有回我。哇，这还有活动啊。感觉的无限旋转，那些我对你说过的狂话，变得睡着时的思量烫，酒精纷扰我清醒，仿佛在我身边的是你，我想着记录你身边的空气，怎么才能让我从那虚幻抽离，你的笑，你的泪，你的亲吻，你的模样成为枷锁留在回家滚吗，说的荒犯的错，我的懦弱，我的敷衍，全都变成了一个造势啊，如果你没放开我的手，如果能够挖苦我的错，如果你能将时间倒流，我们别再遇见了。你这旅游有点快呀、啊，嗯。可以不参加、啊、欢迎八卦，不要这样说，我拒绝了很多次。对啊，而且还要穿那种衣服，穿的。昨天也说，之前说了不参加。
相信的漏洞，脑袋变得空洞。我说的不是很好，记住，等着我的牌子继续走。也许让我牵住你，还好呀。拿着麦给你们帮手拉很期待，给你无所的爱 my girl， 别的女孩找过来 no time， 来到台湾别来找麻烦，是窗户外的雨挡不在一直下，拿着电话只想给你打，我说说心里话 yeah, baby 想听吗？ Dancing dancing baby， Dancing baby， oh， Dancing dancing baby， Dancing baby， Dancing dancing babyDancing, baby. 那你别看了，我不会播户外和厨房的。就是你不便利。我真的想靠近你，让你立刻坠入我怀里。好，可以休息了，可以休息了，可以休息了，休息了。